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首先，请简单的介绍一下您现在。我现在是这种闷疼，有时候是偏头疼。嗯，现在这种。现在是特别闷的那种疼，就感觉到从这后边一条线拽。现在还在疼。对。哦，有多久了？你疼痛？这好些年了，反正是一直没有太好的法子。是是。哦，好。那你的痛是常常在痛，还是？不是不是。有的时候，你比如像今天坐的时间久一点，在某一个环节待时间长了，它就会。哦，是，好，这样可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测一下。那这个会比较痛，所以差不多我会数15下。好的。那你15下就忍一下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好。那另外一边也一样，好，我们现在翻过来，好，我也是做15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好，那我这里帮你再按一下，好，这里疼吗？疼，疼，这里也是疼，我脖子很疼，你脖子也在疼吗？对，现在也在疼吗？嗯，对，疼哪里？就偏这边。这一边在疼，对，这里也在疼，是吗？对，好，带着右边膀子疼。好，那我顺便帮你脖子处理一下。非常感谢。好，这里也疼，对不对？疼，特别疼。这里是不是也疼？嗯，好，那你就要忍一下啊、哦，我脖子也要帮你揉一下。好，这个都疼吗？好，哎，特别疼。这里疼吗？疼。脖子也疼。疼、哦，我已经在揉脖子了。好的，好，谢谢，非常感谢。那、啊、这里疼吗？疼、啊，这里也疼啊。嗯啊，啊这里呢？这好一点。哦，所以你脖子也是好多痛点。对。我顺便帮你揉一下。那最疼的应该是上面喽、哦。对。对不对？对。这里最疼。对。好，那另外你头在里面，不是头放在里面。我顺便帮你另外一边的头处理一下，这里是不是也疼？疼，特别疼。这里也疼。白疼，嗯。这里也疼。疼。哦，特别疼。对。特别疼。这里疼吗？疼。哎呀，特别疼。这里已经是颈椎，我正在揉他的颈椎。这里呢？也是疼。颈椎也是在疼，这里也差不多疼嘛，哈。疼。等于整条他的整条颈椎都在疼。对。哎呦，特别疼。嗯。这点特别疼。这一点好，那我这一点我特别加强一下。哎呦，好疼啊！好，那这里也是好疼。好。嗯，好好好，那这样就揉完了哈。那我帮你舒缓一下啊。这样有没有比较舒服？这样舒服，对不对？对对，这样特别舒服。这样揉是不是对？整个膀子都有好处。没错，因为你颈椎绷紧才造成肩膀的酸痛。那我现在这里我已经帮你处理到哪里呢？颈椎还有头部。你现在这里你可以看一看，好看看跟刚刚做之前跟之后的比较，你可以起来比较看看。好幸运，好幸运，好幸运。那你感觉怎么样？那种胀的像脑袋特别大的那种感觉没有了。
您就是揉之前脑袋感觉很大，对，就像造了一个东西似的，现在没有，现在没有这种感觉了，现很好很好，确实特别舒服。那你还有颈椎吗？颈椎也强多了，我本来也是偏这边一块儿的，是是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，不会。